就刚刚好熟，我把火关掉了啊。漂亮。那最后呢？第几滴的酒？一定要，一定要，来一个 shot。然后鲜奶油。鲜奶油。啊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哦。也不要浓，浓了以后它的味道会跑偏了，就不好。哦。哇，绿色配黄色，好漂亮。那我们就不回来了。好，谢谢。我们要掌声给他鼓励一下。谢谢阿迪师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太漂亮，谢谢。没有，没事。放盖子吗？把它盖起来。对，盖也好了。快了，快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它不算很湿的炖饭，对不对？很湿的炖饭，好香哦。再放点 cheese， 哇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不加我会气死。红的，这边再把它递上来。很会，很会。现场倒数十秒，十、九、八。五星级花椰菜料理，这个在抗癌界的领域里面的超级抗癌食物，今天它变成我们的主食材，用中西两种方式，一个是汤品啊，无菜跟菜，不油，这样子的一个炖饭的方式。感受一下花椰菜的魅力吧。